第二十五题，玉馨用氢氧化钠来滴定盐酸，请问在此过程中有实际参加综合反应的是下列哪些离子？我们请同学背的酸碱综合的通式是氢离子加上氢氧根产生水，所以我们晓得真正有参加反应的是氢离子跟氢氧根离子，或者我们根据酸碱综合的条件叫做氢离子的摩尔数等于氢氧根离子的摩尔数，也可以推测出来实际有参加反应的是氢离子跟氢氧根离子。所以25题问我们说，请问在此过程中有实际参加综合反应的是下列哪些离子？我们答案选的是 A， 氢氧根离子和氢离子。